那开放资料就关键是开放资料哦。那当然，开放资料背后就是有个概念叫开放政府。那所谓的开放政府啦，因为现在资讯越透明的话哦，说真的，你对于政府哈，相对也就比较不会怀疑啦。有些东西反正它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。哦，那最怕就是说有些事情哦，他不让你知道，所以不让你知道哦，你会就会衍生出一些怀疑，对不对哈？啊，如果我什么都告诉你了，什么都很清楚了，那你还有什么好质疑的呢？啊，政府本来就是这样嘛，反正就是该做的事做完，哦，然后呢就把它公布就 OK 了，除非说那个有隐私的问题，那当然不 OK 哈。所以你会发现啊，这哪些可以公布啊？你会发现它帮你分类，所以进来的话。这边资料集哈，里面还有分什么生育保健啊，出生收养，比如现在一直说呢，生育率降低有没有？那到底生育率有多低？你其实最好是可以有一个图啦，有没有？历年来出生的人数，有没有做一个那个折线图或者直条图？啊，一目了然的。啊，另外的话呢，还有死亡交叉，像2020就死亡交叉，就是生的人，应该死的人比生的多了。OK， 也就是什么生不如死，明白吗？就是，也就是说，从前年开始哈，台湾就人口负成长，一直到30年之后哈，大概台湾会只剩下2000万的，30年后会剩2000万，哦，那不过当然啦，悲观的人会觉得啊好惨，人越来越少。可是乐观的人会觉得说，哎，人少好，这样子比较不会那么拥挤，对，也不塞车了，对哈、哦，就像说油价最近涨嘛，对哈、哦，涨很凶啊，现在好像一公升已经32块了。那悲观的人会觉得啊，惨的荷包缩水，啊，乐观的人会说啊，太好了，不塞车，果然今天我过来这边一路通畅，完全不塞车，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，不塞车就开心。但是相对的啦，你就要付出比较昂贵的油价。这本来就相对，没有人说你今天付了钱多，然后这个得到好的这个体验，那是正向的啦 ，OK。不过我刚刚讲哦，有的时候付昂贵的这个，不见得得到正向的哦，有没有？主要是你没做功课。真的，我发现真的哈、哦，尤其是出门旅游的时候，一定要事先做功课，不然的话真的会很惨，你会变你是去受罪的。所以现在我出去旅行的时候，一定要先做好功课，比如说要先知道说住哪里，然后车子要停哪里，不然每次塞在车阵里面，真的是哦，我出门干嘛 ？OK 哦，那其他最近好像大家在这个一个话题啦，因为乌克兰的事件哦，大家想说哇，现在当4个月的兵是不是足够，对不对？好像要慢慢想说是不是要提升到一年。恢复到一年，或甚至是以前最早我们那时候是当2年兵呐、啊，哦，那这个相关资料里面这边也有哦，或者什么求职就业等等的哦，然后开创事业，这上面其实都有，尤其是求职哈、哦，我好像行政院又有另外一个网站叫什么心情，好像叫什么心情网之心情，好像有一他这个。薪的话是指的薪水的薪啦、啊，情的话好像是这个啊、哦，心情平台。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最真实，因为这是行政院主计处做的，哦，然后呢，这个平台的话就是告诉你说，现在哪些行业哈、哦、的薪资高低如何，那你从这上面里面也可以很客观的看到说，哦，原来哈、哦、同工不同酬，真的还蛮严重的。哎，为什么有些行业哇，他一个月薪水啊这么高？可能接近10万块，但是有些工作、哦、就是这么低，而且他这边我觉得他视觉化做得还蛮好的，所以你可以什么这边点进来嘛，心情平台嘛、哦、你点进来，然后我印象中呢最简单的是你可以比如说薪水比看好了，还有男女有没有？他这边都是图啦、哦、那比如说呢，个人薪资好了、哦、比如说到底你一个月赚多少钱才算多？赚多少钱才算少？那你当然你不是用一个好像很主观的，而是如果你要很客观的话啦，其实我是建议你可以到这边看看，真的马上就可以知道说哇、哦、原来毕业之后差距这么大，对，为什么同样是大学毕业生哦，我的薪水就是人家的一半，但是做的事情也没比人家少啊，为什么我是赚的比人家就是少？为什么哦？其实上面有啦，不过这个网站连线有点慢哦。
OK， 好、哦，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在上面看一下，里面的话呢，你可以输入哈、哦，就是可能你的薪水在那个行业里面，不是在全部人里面，你到底排在哪个 range， 而且他帮你分区，哪一区的人哈、哦、最多，他画一个那个有点像是折线图吧，让你可以知道说整体的状况哦。 好，大概是这些啦，所以有兴趣同学可以自己稍微看，或者是你可以搜寻，像我刚刚搜寻窃盗，他就会把窃盗相关的资料都帮你找出来了。哦，那这个好、哦，接下来的话呢，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哦，实际上的案例。所以呢，首先刚刚我提到这个手机号码我要怎么做，那其中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，这个区码跟末码，因为它必须前面要补零，这个要补一个零。 这个要补两个零，可是我要怎么知道要补几个零啊？第一个知道补零啊，补几个零，知道重复零的动作，所以重复零的动作你需要用的 REPT， 那你需要补几个零？你可以用 LEN，LEN 是什么呢？就是算这个储存格里面有几个字，比如说这边有几个字，两个字对不对？那为什么知道要补一个零？因为你可以用3去减，3减掉2。 等于1嘛，那1的话就是意思我要重复一个零的意思，那这个的话是一个嘛，一个字，所以是3减掉一个字嘛，哈，所以我知道说哦，这里面只有一个字嘛，那就等于0，就是在前面补两个零的意思。好，哎，那如果说呢，你对于 REPT 跟 LEN 不太熟悉的话，我是建议你可以切到前面这边一个 REPT 练习。那首先的话了哈，这个有个问题，我们可以练习啊，就是这个员工。 哦，它的销售量是158，那理论上呢，如果100，如果它销售达到100笔哦，那我就给一颗星，也就是说呢，哈，如果158就不算了，反正100就是给一颗星，到200就给2颗星，400就给4颗星，那当然不是叫你用眼睛看的哦，你说把这个复制怎么样，Ctrl+C， 一颗星就贴一颗，2颗星就贴2颗，对哈。 那、如果你们员工假如说有10000个，那你岂不是每天都光这样子哇？真的是做到下班也做不完。但是如果你会用 REPT 的话，那就简单了，2下就做完了。OK， 所以哦，要怎么做？一，插入函数里面找到哦，特别是哦，以后的话，如果你要使用函数的话，请你找到那个 FX 这个插入函数，哦，第一步。第二步的话呢，请你找到类别。我的习惯是。 因为 REPT 在文字类哦，所以你在这个类别里面呢，请你找文字类别，然后它会列出函数，也就文字类列别，然后它会按照英文字母排列，从 A 到 Z， 所以我们就选择文字类的函数。那么这边有类别嘛，哈，选文字类。那 R 开头的话比较下面，所以 REPT 就找到了。那底下的话呢，其实有函数说明啊，如果你需要说明的话，你就点选下面这个函数说明。哦，那理论上哦。 我是建议，因为这个函数数量有250几个啦，所以哦，理论上不需要特别去背函数怎么用，而是要知道它的使用规则。OK， 那规则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看到哦，它这边 REPT 刮胡了嘛，它有两个参数，有没有？第一个参数是文字 text， 有没有？但是它有个缺点，就是它参数的名称都用英文，而且这个英文不是很标准的英文。 所以你只要按去啊，底下有说明，那么他说可以帮你重复这个字串，就是文字哦，几次哦。OK， 按确定。那首先的话，他有两个问题要问你。第一个问题是说，哎，你只要看到 test 就你要重复 repeat 什么？重复的字是哪一个字啊？那你就跟他讲哦，重复这个星号。那重复星号有两个方法了，一个是你直接在这边打星号，另外一个是我直接告诉你说我的星号在 C1 里面。 OK， 好，那我是直接指，那你会发现呢，他会帮我把 C1 里面的资料呢跟你讲说，哦，你的资料是不是这个？哦，是的话就下一，第二个的话，那你要重复几次啊？哎，那我要重复的是，哎，他如果100，158的话呢，哈，那当然你点下去，它变158颗星，可是不是啊，那我要每100笔哈，就是一颗，所以除以多少？除100就可以了。那除以100之后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哦。 它得到的结果是1.58，哎，可是没有那个1.58这种数量的星号，所以哦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它就会什么
它就会直接变一颗星，因为它就取整数的，那小数点怎么办？就略过了。不过呢，比较精确的啦，当然最好后面这个显示的数字最好就是直接只取整数就好。所以如果只取整数的话呢，在Excel里面有另外的函数叫做 INT， 那你可以怎么直接在这个公式的前面加一个 INT， 把它包起来。 那当你包一个 INT 在外面的时候呢，它就会直接帮你把计算的结果只取整数了 ，OK， 哦，但是啊，以这一题来看嘛，其实你有没有包 INT， 结果应该也是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本来就不会有5.58颗，所以你要做跟不做，其实在这一题来看是两可的情况，就两个都可以哦 ，OK， 哦，不是说。 但是别的地方不一定哦，OK，所以你有时候下公式哦，你要视情况而定哦，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这样做哦，OK， 好，那这里加不加都 OK， 只是说 我顺便跟各位讲，如果你只要取整数的话，你可以包一个 INT，OK，、OK, 哈，好，按确定之后的话，那我们就一颗星了。可是其他的话呢，底下应该怎么做？一般理论上是向下填满。 它就会自动完成了，但是你会发现有错误，为什么会有错呢？跟各位讲哦，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，它有个规则，只要你向下填满的话，只要是你这个储存格，比如说 C1 跟 B3 这个是储存格位置，向下填满的话，它会把你后面这个数字列号帮你自动加一，这是规则。OK， 所以你如果向下填满的话，你会把它向下填满。 它 C1 会变成 C2，B3 会变 B4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下一个 C2 会变 C3，B4 变 B5。哎，可是问题来了，我们的星号在哪里？星号在 C1 嘛，可是你换下一个变2，不对啊，不能变呢。所以以后如果你假设遇到这种状况，如果一的位置不能变的话，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请你在一的前面加什么？加一个钱的符号。 表示说呢，我要把一列的位置锁起来哦，固定住的意思哦，打勾就可以了，这样向下填满就完全正确了。OK， 那最后答案就在这里了。OK， 那里面的话比较重要的部分哦，其实就是什么，就是这个锁定的位置哦，因为你如果向下填满的时候，有没有，它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个一加。 加了1之后啊，那它就会不对了。OK， 所以这个可能要锁一下。这个钱的符号哦，这个蛮重要的。以后如果你们在使用公式的时候，假如不会这个方法，那很多地方就会出错了。OK 哈，好，那这个是第一个 REPT 的哈，那再来其他的话 LEN， 你们可以切到 LEN 啊，顺便 LEN 的话就是你往上卷动，这边有长度。 这里面身份证号几个字？当然你不是用眼睛看嘛，1234567890，这几个1234567890，11，没有用眼睛看了 ，OK， 你就插入函数怎样？一样找到文字哈，然后呢，它是 LEN， 那你按确定之后的话呢，它会跟你要一个资料哦 ，test 文字在哪里啊？那其实文字在这里，身份证号，那你会发现呢，你给文字丢过来 B3 有没有？它帮你做一件事情。 怎么了？算里面到底有几个字，所以你会发现他帮你算完的结果是10个字，而且哦，一定不会算错了 ，Excel 我觉得蛮可靠的，基本上电脑算错的机会几乎是零，但是人算错的几率还蛮高的，尤其是算这种数字啊，有没有还会不会真的有人笨到是用眼睛算？我相信还是有，因为职场上真的什么人都有，很简单的一个，你用。 函数就搞定了哈，还有啦，函数在Excel里面很多要资料比对的，资料比对哦，我看到真的很多人每天傻眼了，每天都在用人工的方式，用眼睛去比对，我真的无法想象。其实 Excel 里面就有很多比对的函数，他不会用，不会用就是直接眼睛，所以他每天哦真的盯着荧幕看，难怪眼睛会受伤，眼睛会出问题。像现在眼科生意都特别好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 现在很多人怎么白内障、青光眼，有没有视网膜剥离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每天一直盯着荧幕看，当然会出问题啊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想办法用函数就解决了。
至少啦，眼睛不用这么伤，哦，而且我发现哦，你们还比较可以接受这种函数的使用，还有程式有没有？但是老一辈的，尤其是大概40岁以后的吧，因为他们没有，甚至很多人没有学过，哎，没有学过不会啊，不会的，还是要在职场上上班啊，那怎么办？就是一直头皮，每天用眼睛比去比对，第一个比对效率差，第二个比对容易出错。 但是没办法，不会就是不会哦，所以后面我会教各位有一些比对的方法，很简单，两下就比对完了。所以哦，你会发现呢、啊，真的效率差太多了，10万8千里哦。按确定之后的话，向下填满。啊，那你就可以知道啊，这两个是有错的，因为身份证号绝对不会是有11个字这种状况发生啊、哦。那除了 LEN 之外哦，其他还有常用的像MID，像这个题目有没有？ 身份证号应该大家都知道吧？哈，除非你是外籍生哈。身份证号的第二码是什么？性别嘛。一的话是男生嘛，二的话是女生嘛，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他的性别 ？OK， 好。所以哦，如果是一的话，那就是男。哎，那怎么办？你不能用眼睛看吧？所以这题的话比较需要多一个步骤，什么步骤呢？ 就是第一步哈，你必须先怎么样？先抓到这个一，把一先取过来。那怎么样把一取过来？啊，第一步。第二步的话呢？如果的话就 if， 如果哈它是一的话，那这边就帮我输出男，反之就是女。所以需要两个函数，第一个函数啦，提示一下，就 MID 啦。MID 就是 middle 啦，哦 ，middle 函数。 也就是说呢，你的资料在字的中间的话，那你用 middle。可是如果你的资料在左边呢 ，left， 啊，如果在右边就 right， 啊，如果中间就 middle。不过理论上 middle 用到的机会比较高哎，为什么资料大部分都在中间吧？哦，啊，还有常常会需要一个啊，就是我们要的资料通常不是全部，可能是部分，我要取部分资料的话。 那一样要用 middle 函数哦，所以这个函数蛮重要的。这个用到像如果你用在文献上处理的话哦，其实也是一样的。我要的资料可能就某一段，像那个中文献太多了嘛，那你不能说包山包海，那你要怎么取前后文？哦，比如说你《红楼梦》好了，你要把贾宝玉资料全部取出来，然后前后文都取出来的话，哎，那以前怎么做？ 100万字哎，天哪！你100万字怎么可能？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查询系统，输入贾宝玉，啪，马上全部资料都给你了，多方便了，对不对哈？那你当然会喜欢后者吧？你不会用人工，像以前《红楼梦》读完就不想花多少力气了，那更何况要做一些学术上的研究，对不对哈？而且《红楼梦》还有蛮多文章的吧？比如说前80回跟后40回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作者？那怎么知道？ 所以后来就有人就做一些什么，很多的说法啦。那这部分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了解一下哦。那其实也可以做比对，比如说里面呢、啊、做字词的比对，是不是里面的那个字词是不是都一样？是不是同一个作者？然后最后比对吧，好像他用的惯用语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显然可能不是同一个作者哦，的几率比较高啦。OK 哦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请各位试一下，我刚刚讲 REPT。 LEN 啊，试试看哦。这个地方呢，如果用什么性别，那怎么做哦？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、哦。